大家好，我是 BA。现在来讲最新上市的1:10油桶含底座。这个是原色，内容物有油桶、油盖、底座。好，这是内容物，这是上色完成的。它上色完成，组装好，这样精致的油桶。然后这是20公升的，上面有写 BA model， 哦，前后都正反都一样。然后呢，底座特别要讲的是，这不单纯是底座，你如果有绑带，你可以穿过去，这样放上去穿过去。然后固定方式呢，背面有螺丝孔，然后下方也有螺丝孔。然后你想要真的固定呢，有底也有做螺丝孔，你可以一起固定。然后这样子 ，BA Model 最新的精致油桶，1:10用。